随着杨幂、陈伟霆搭档的《狐珠夫人》的热播，不仅该剧一天上十几个热搜，两位主演更是成为大众焦点。日前，杨幂参加时尚芭莎慈善晚宴，两组造型更是惊艳全场。红毯露客造型，她一袭抹胸桃心画家艺术色块裙，风情万种，不规则的彩绘印花搭配富有质感的服装面料，高级而有视觉冲击力。蓬蓬的拖地长裙摆，打造复古优雅的氛围，端庄大气感油然而生。她复古卷发搭配明眸红唇，堪称人间富贵花。西京的珍珠戒指搭配同款耳饰，复古而有韵味。大幂幂出席活动也不忘为新剧宣传，真的是好惊艳啊！内场 look 造型，一袭黑天鹅羽毛流光裙，优雅高贵，宛若油画中人。黑色流光裙尽显魅惑与冷艳，裙身布满彩色的羽毛，多了些灵动立体感，整个造型也是超级美艳。杨幂此次两套造型，你更喜欢哪套呢？欢迎留言分享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